中山区南一控制线通往着新营、柳营的长尾桥，因为桥面上矮、长度嘛上低，市政府感觉一月三号举行拓宽改建的动土典礼，地方上的民意代表、安的乡亲也拢到场来参加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东山的长尾桥吼，是咱这个甘巴沙排水吼的这个桥吼，啊，因为目前的这个桥啊，就是讲伊的长度较矮吼，大概才二九米的长度尔吼。啊，咱所以咱这个甘巴沙排水吼来到这吼，变作讲伊要排水吼较矮，就受到影响。啊，所以这边呢，咱将这个桥啊，要甲拓宽到这个六十七米吼。啊，所以。以后啊，这个通水的断面，也是讲差不多现在的两倍，啊，咱这个排水呢，就会较流畅。第一产开工顺利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在开春哈、哦，新年的元月份，我们就来东山南102线田尾桥的动土典礼。那原来田尾桥旧的桥是10公尺宽，现在桥变成12公尺宽，旧的桥原来是只有。长度29米，哈，那现在又在增加，变成57米。那总共的经费5900万，那用地费，啊，因为要增加拉长桥的距离，哈，所以说用地费要增加200万。那工程费是5700万。也感谢中央跟感谢议会的支持，能够让这个桥会当顺利跟挡钢啊挡钢料，哦，今即马都要去干季，哈，啊挡钢跟做好啊，也当让在雨季来临的时候。能够哈发挥功能。王委员来表示讲，这条桥预计伫个今年的12月底就会当来完工，到时阵一方面会当让交通更加利便，同时嘛来提升着排水的功能。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镜头，看一下我们的右。